好，我们其实来练习花鼓的基本派的练习。刚才下课有的法师反映说，速度太快了，没有关系哈、我们这个基本派，这个练习很重要。刚才啊，我们为什么？也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双手来做这个交替跳点打法的练习？为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的习惯都是用右手最熟练，左手就不熟练，所以透过左右两只手这样跳打的练习，就是要来练习训练保持我们身体的平衡感，就是要训练我们左右手的平衡感，平常比较不灵光的，所以你如果说平常有空的时候比较不灵光的一只手，你就多多的练习，多多的练习，这样呢两只手在打的时候就会很顺畅，不会一边快一边慢节拍，因为这个节奏感的东西它讲究的就是节拍要能够准确，不能有快有慢，有大有小，这样忽快忽慢，这样都不行，它的节奏感会跑掉。包括我们在念佛，为什么有的人他打地钟或是他在念佛为什么很顺畅，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每一个点即使在追顶念佛，他每一个点都很准确，没有打得很模糊，也练得很准，没有练得很模糊，字字都很清楚，所以听起来那个节奏感都很分明，这样也就庄严，一致就庄严啊！我们再重复练习哈，这两组哈，重复练习这两组哈，这两组都有基本的概念啊。第一组它是起东起枪啊，起东起东起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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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这样子哈。那第二组，第二组更好学了哈。我们在第一拍的第一组的第三拍的位置，我们加了把那个第三拍的后半拍的空拍用起把它空出来，那第二组它就刚好是起东所以就不用做那样假动作，就是起东起东起东枪啊，起东起东起东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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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现在有两组，我们就用这两组南无阿弥，南无阿弥是四拍，陀佛就四拍，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另外一个打法，在第十三组的这个地方很快哦，这个一个佛，这个就很快，所以我们现在用这样呢，以这一句来作为我们基本拍，把它套进去来练习哈、你比较有那个节奏感哈、节奏感，这样子哈、所以南无阿弥我们就用第一组。陀佛就用第二组哈，就是这样子。好，预备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咚锵，起咚起咚起唔锵，起咚起咚起咚锵，起咚起咚起唔锵，起咚起咚起咚锵。那么我们采取渐进式，都会一直的重复重复这样而已。我们接着看第三组，第三组我们来对照跟第一组它的拍数是一样，只是在第三拍的地方它把第三拍第一组它打一个左手一个左手的中左手的中换成双双手齐下的呛也是一样是七咚七咚呛一样，我们呛呛这样子，七咚七咚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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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咚起咚锵锵，起咚起咚锵锵，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那么这样子这样子没有问题吧？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组第四组，第四组我们来对照，我们用对照的方式，因为这个都是重复的练习。第四组我们就来对照第二组对照第二组，他把第三拍第三拍的前半拍这个也是一样，他左手的七换成呛双手齐下的呛所以也是七咚七咚呛咚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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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咚七呛咚呛，七咚呛咚第三组跟第四组来，南无阿弥就用南无阿弥就用第三组婆婆就用第四组就这样子好，一别气南无阿弥陀佛。
接着来看第五组啊，第五组，第五组，我们来对照一下啊，对照啊，第一组我们来对照第二啊，对照第二组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就在第一拍，第一拍它就只有一个呛啊，所以我们口诀的时候就呛嗯。啊，呛五啊，呛起东起东呛，呛五起东起东呛，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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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东起东呛，那么。接着来看第六组，第六组，其实如果你有在做网课打八十八活的人啊，他就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很熟悉呀？啊，第六组的口诀呀，哈，就是枪东起东起东枪。这也就是我们八十八活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哈、哦，这一个的基本观念。所以只要你会打八十八活的那一个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这个你就会了。所以枪东起东起东枪，枪东起东起东枪。啊，你就会了哈、哦，所以他是这样子哈，枪、哦、东起东起东枪，枪东起东起东枪，枪东起东起东枪，枪东起东起东枪，那么。东西东
咚锵锵咚起咚起咚锵锵咚起咚起咚锵，这有五十担粉丝，这有五十担粉丝。好，好，哎，看大家这样子就知道说第六组大部分的人都学会了，所以我们就跳到第七组来。啊，第七组我们来对照一下，跟第六组基本的啊拍基本拍是一样的，只是在第二拍的前半拍本来是打左手的七啊，打左手的中，换成双手齐下的锵啊，所以它的练法是锵咚锵。刚才第六组是锵咚起咚起咚锵，现在第七组是锵咚锵咚起咚锵啊，就这样子，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咚，锵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咚起咚锵，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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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这样子。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咚起咚锵，锵咚锵起咚。好好，我们接着来第八组啊，第八组啊，第八组就比较懒了一点了哦啊，这一个也是非常常用的地方，稍微有变乱。你看我们首啊，第一次首次出现在第啊。第七组跟第八组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哦，它第八组差异就在第一拍的地方，第一拍在前半拍没有问题，后半拍的时候把第七组的只打一个鼓的咚呢换成哎出现这个十六分音符四分七拍就更快了哦，这个所以这个口诀练嘛，就是锵咚咚锵咚起咚锵，锵咚咚咚起咚锵，锵咚咚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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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起咚锵。我们把速度放慢一点哈，啊，有的人会反应不上来哈，反应不上来哈，啊，啊，啊，锵咚咚锵咚起咚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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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锵咚咚锵咚起咚。就这样子啊，哦，好，等一下没关系，我们等一下会有举例的一个站啊的啊整条啊整首站的一个练习啊。我们接着来看第九组，哦，现在稍微比较懒了一点啊。第九组我们来对照第八组啊，第八组它的第一拍没有问题，现在呢它的差异性就是在板领的地方，基本拍没有问题。啊，那在第二拍的地方，他把板连哈，啊，转换成叫做咚咚，所以第八组的时候是锵咚咚锵咚起咚锵，第九组就是锵咚咚咚咚起咚咚，哦，都是咚咚哦，哈，哦，连续五个鼓哈，哦，连续五个鼓哈，哦，就是这样子，锵咚咚锵咚起咚锵。锵咚咚咚咚起咚锵，锵咚咚咚咚起咚锵，锵咚咚咚咚起咚锵，锵咚咚咚咚
咚咚击咚锵，啊，就是这样子，啊，好，好，锵咚咚锵咚击咚锵，锵咚咚咚咚击咚锵，锵咚咚咚咚咚锵。锵咚咚咚咚起咚锵，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哦，要稍微赶一下进度哈、啊。第十组啊，第十组啊，第十组，我们来对照第八组，也是一样哈、啊，是把这个第二拍啊改成咚啊，就是第十组，我们跟第九组来对照一下，是差在第四拍啦。第四拍他把第九组的双手齐下的呛改为咚啊，所以这个很简单哈、哦，锵咚咚咚咚起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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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锵咚咚咚。所以我们如果前面哈、哦、学得很熟，然后经过这样每一组每一组重复的练习，练习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的学习你会发现速度哈、哦，你的学习速度越来越纯熟哈、哦，越来越熟的时候，哎，你就会有兴趣了哈、哦，有信心了。我们接着来看十一组，十一组啊，十一组跟十二组也是一般常用在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上啊，所以它十一组啊，所以我们口诀它第一拍跟第三拍的地方都是只有一拍，所以我们在它的后半拍的部分加一个嗯，所以我们在唱练口诀的时候就锵嗯起咚，锵嗯起咚啊，这样的话就不会抢拍了哈啊。锵起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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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锵起咚，锵起咚。所以这个口诀非常的重要，口诀很管用啊。一般惯用的都是用口诀来做教导的一个辅助的功能啊。透过这个口诀，你准确练出来以后，啊，自然呢，你双手在打的时候，就是它的熟练度这样而已。宝中鼓它的啊熟练度这样而已哈、哦。我们接着来看十二组，等一下我们会用南无阿弥陀佛来做练习哈、哦。第十二组也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陀佛的后半段啊。哦，所以在第三拍的地方，第三拍它一拍呛，我们一样在它的后半拍加一个嗯啊、所以它的口诀就是呛咚起咚呛嗯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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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哦、好。我们就直接用十一组跟十二组，十一组我们用南无阿弥唱南无阿弥，十二组就陀佛这样子哈、哦。好，所以如果说他一起腔的话，你就从后面开始啊，就从中间这个后二拍的部分开始哈、哦，一般都会起腔哈、哦，说南无阿弥陀佛。Oh.
就这样子，哦，这样，哦，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组，第十三组，这个第十三组也就是另外第二种南无阿弥陀佛的后面的陀佛的打法，啊，因为前面他南无阿弥比较简单，都是一拍一拍，这个小节都是打一拍而已，啊，就是南无阿弥，所以我们这里就没有列出来，因为太简单了哈，所以最主要是他这一个啊这一组基本拍。它的变化的特性就在这个陀佛这个地方哈，等一下唱出来很有味道哈，一般人很常，时常惯用的一个手法哈，所以第十三组，啊，它是陀两拍的时候是起东起东，啊后二拍是佛是锵咚咚，啊锵咚咚咚咚。所以整组的口诀就是起咚起咚锵咚咚咚咚起咚起咚锵咚咚咚咚起咚起锵咚咚咚咚起咚起咚锵咚咚咚咚起咚起咚锵咚咚咚咚起起咚锵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起咚起咚锵。咚咚咚咚，好，我们就啊用实际的方式把它惯用上去，在南无阿弥就这样加这四拍啊，南无阿弥陀佛，哦，就这样哈，哦，南无阿弥陀佛，哦，就这样，哦。好，哦，我们来唱唱看哦，就这样哦，这里就是交替交替的打啊，哦，交替的打，一个是打啊蓝跟阿，他就打中七的中啊，用左手打中啊，摩跟米就用这个左啊右手的鼓啊，好，哦，起香啊，起香就从这里开始打哈，南无阿弥陀就用十一组、十二组来唱第一遍的南无阿弥陀佛，用这第十三组配合这个来做第二遍的南无阿弥陀佛。好，哦，我们来试试看啊，哦。好，这样也比较有挑战性，也顺便啊，哦，回顾来练习这几组哈，哦，这样子啊。哦，好，我起香哈，起香从第十一组开始哈，就起香从他的后半拍啊，后二拍这个呛开始啊，南无阿弥陀佛。Oh.
第十四组啊、哦，第十四组是我们来找一下啊、哦，是跟哪一组比较相近的？啊、哦，第十四组跟第八组啊、哦，跟第八组很相近，它最啊，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第三拍的地方，第三拍的地方啊、哦，这里就比较简单了，它把这个呛啊，第三拍这个呛中啊，中鼓同敲，双手齐下这个呛，所以我们后半拍给它接一个嗯，这个口诀就呛咚咚呛咚呛嗯呛。枪咚咚枪咚枪嗯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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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我们请看下一页，我们就实际来练习啊，整首的赞啊，回向。下一页我们看弥陀小赞。弥陀小赞它主要的基本俯拍，请问如果你有印象的话，请问它是在十四组当中的哪一组啊？哪一组啊？这里把口诀拿掉了，这样你看得懂吗？请问看得懂吗？哎，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主拍就只有一个，前面的话哦，它这样它是两个基本主拍在配合。我们看啊、哦，无上一往这里啊、哦，无上一往这里它是起咚起咚起咚枪啊、哦，这个打字的时候稍微跑掉了一下哈，所以它两个主拍啊，第一个主拍叫起咚起咚起咚枪，起咚起咚起咚枪，哎，这个是第几组啊？哎，第二组哈、哦。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主拍，枪咚咚枪咚起咚枪，第几组？第八组，对不对？所以弥陀小赞就是由第二组跟第八组来组合的。如果你把这一个基本拍这几个基本打点都练熟了以后，你就可以套下去了啊，可以套进去听听它的节奏感怎么样。如果你多背几个时候，你可以多变化啊，就这样子，就好像我们刚才在练习南无阿弥陀一样，只要啊它的节奏顺的话，啊，比较顺的话，就可以把它套进去啊。我们整首来唱，包括后面的这个回向啊，所以它一起向阿弥就没有啊就没有打啊，从这个头开始打啊。好，我起枪啊，阿弥陀佛。Oh.
就这样子。所以口诀拿掉就看不懂了，对不对？所以啊，如果你没有保中鼓，没有学过保中鼓的人啊，就一时左右手就比较反应不过来。不过没关系哈，刚才前面学人都讲过，是一个基础。你今天啊上这样的课，把这个基础给建立起来，后面呢，你以后有这个因缘要学保中鼓的时候，就能够知道这个原理去学的话，很快就学会保中鼓啊。好，所以刚才我们看一下，是两个主拍基本拍。如果你现在反应不过来，你就把第二拍的第一拍的16分音符，把它变成一个8分音符。本来是枪咚咚枪咚起咚枪，你就把它变成枪咚枪咚起咚枪。所以这个只是一个举例啊，只是一个举例，这样而已。你任何一个，只要它都是4/4拍，它每一个音节都是4拍，你就可以用花鼓基本拍这14组当中，你打打看比较适合。你能够以你现在的速度，你现在的熟练度能打的啊，你就把它套上去，把它修改，然后去唱。啊，唱得很熟以后，打得很熟以后，你再换比较复杂一点的、比较难度比较高的16分音符，这样去打。啊、哦，比如说我们刚才第二个主拍是枪咚咚枪咚起咚枪，我们现在改成枪咚枪咚起咚枪。啊、哦，打出来当然它的节奏感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哈、哦。哦，我们再唱一次啊、哦，再唱一次啊、哦。哦，我就把它改哈、哦，两个圆圈啊、哦，两个鼓啊，就把它改成一个鼓就好了，那你就有半个反应了，阿弥陀是说，他本来有两个基本拍在打，你就打前面那一个最简单的也可以。哦，我们就单指用无上一往这个，啊、哦，就这样起咚起咚起咚枪来打打看，啊、哦，就这样子啊、哦，哦，只是打出来他的感觉、他的节奏感不一样而已哈、哦。好，来打打看哈。哦，学位最要紧的、啊、哦。好，预备起，阿弥陀佛。
这样哈、哦，我们接着来看啊、哦，还可以再学一首哈、哦。如果没有学完的哈、哦，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举例，看你能够熟练什么样的程度，从那里从那几个基本的主拍，当中啊，自己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大蒙山后面呢，它的一个快板的回向，先从殊死功德殊胜行，后面接着。三皈依哈，都是用快板的啊，它也是由两个主拍，基本的主拍所成立的啊。那这个呢，第一个主基本拍呢，很简单哈，啊，就是这样，起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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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很简单啊。所以你如果说觉得很简单，也可以。把它改成第一个启动，可以把它改成呛也可以，或是最后一拍的启动改成呛，这样也可以啊、哦。那第二个主拍，你看哈、哦，第二个主拍跟刚才这个弥陀小站的第二个主拍是哈、哦、基本拍是一样哈、哦，呛咚咚呛咚启咚呛啊、哦，我们来练习一次哈、哦，大概时间就到了。啊、哦，我起枪啊、哦，啊、哦，啊、哦，十四功德殊胜行，无边胜无菩萨摩诃。
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哈，很高兴。所以我们学习这个换拜法器，它的原则你只要记住，先学会它，让自己先产生兴趣信心。第二个步骤就是再进球进一步把它滚瓜烂熟熟练，培养我们这个增上心哦，这样渐渐熟了以后，第三点很重要，你既然学会了以后，要有上场的机会去熏习那一种现场的气氛，随着那个现场那个气氛，你要打什么样的节奏，这样不断的在上场的当中去熏习这个气氛，求起这个汲取实事的经验，不断的做修正，这样呢你学习这个法器，学习这个换拜呢，日积月累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很快就学会它，而且会兴致满满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祝大家法喜充满能够达到定心静心的目的。好，我们做一个回向好不好？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于众生，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谢谢大家。如果有教的不好的地方请诸位先进呢多多包涵指教。谢谢阿弥陀佛。